サントリーはですね、10年以上前から、健康食品とか、スキンケア商品を台湾で販売していてですね、皆様の健康とか、美容に貢献をしてこようとやってきたんですけれども、これから台湾も高齢化社会を迎えるということで、まあ、日本と同じく人生100年時代と言われる時代が来ると思いますので、ぜひ、シニアの方々にも、いつになっても生き生きと生きていただくということを目的としてミッションとしてやってきていますので、来欢迎我们的乐天桃园棒球队，我们的三队，那你的乐天桃园棒球队，你是我们的乐天女孩，很好。哦，你看你们的声音太小声了，太大声了。林立的威，林立的力，林立的威，好棒，准备比赛喽，来喽，准备喽 ，Q 版喽 ，Q 版剑谱开始。其实当初当我们接到这一个活动的时候，就是应该说我自己啦，我的内心是非常非常的震撼，然后可以有机会有这样子的活动，然后可以让就是闪斗里找到我们这样，每一位我都觉得很赞，很棒，都很棒，还有我们的乐天美女也好棒，一级棒，谢谢，很喜欢这个活动。真的很需要资源进来这边，然后也让大家知道说，哦，原来其实日照的长辈不是我们想象中就可能都是卧床，又或者是三管啊，坐轮椅这种，他们其实是都有自理能力，然后都是很棒的长辈，只是可能因为子女要上班，那对于失智长辈来说的话，其实就是每一次的活动，无论是不是重复，又或者是每一次都是不一样，但对他们来说都是新的，就像每天早上起来都是新的一天，然后他们其实你说他们开心是装的也不是，他们不开心是装的也不是，就是他们很真，就他们都是很真实的表达自己，就像是老小孩一样。那对于每一次他们的活动，对他们来说多少都一定会有影响。乐天啊，冠军了，我们凤凰居综合长照机构目前接的长辈有30位，那我们有失能跟失智混合的，在我们的日照机构里面，希望他们可以独立的去完成本来他们觉得没有办法完成的事情，可以希望透过我们的这些活动，或者是来机构的这些自立的这些运动，让他们可以增加他们的一些社会参与也好，或者是说本身的自身的能力也好，可以延缓他们的认知的退化程度。走路啊，看手水走比较快啊。Tサポートの活動は日本のサントリーグに全部できるということで、いくつになってもワクワクして全ての人へというのをテーマにしており、普段サポートされる側の方々が逆に応援する側、サポーターになるということで、ワクワク生き生きと人生を生きていただくということを目的にしています。サントリーウェルネスは、台湾の皆様のブレスライフを実現する伴走者の役割になりたいと思って実施しております。以前 读书的时候很喜欢看棒球，甚至中午都跑到家旁边的那个住家去看棒球。华夏初队来欢迎我们的朱玉贤，掌声欢迎陈冠宇。傻气的眼神，阿公阿妈看一下有够水无吼？用正手牵球的话，倒脚爱抓起来，啊，牵出去是伫目睭头前。因为我本身是有开过刀的，不知道在座的阿公阿妈们有没有一起就是做过一些很漫长的复健，在比如说膝盖啊，如果不舒服的时候，都会常常去做复健。那在这部分，这中间一定是非常辛苦、非常痛苦的。这当中的生活其实都有很多开心的事情，或者不开心的事情也好，我觉得这都是我们人生中会有可能会去遇到的。每天不断的去让自己活得更好，然后让自己去精进，
然后把我们最好的一面展现给球迷看，因为相信在座的阿公阿嬷其实有些都有看过我们打球。我们会拿下总冠军。就是我们有一个个案，他是年纪比较轻的，他是智能障碍。那他这一部分的话，其实他是对球类有兴趣，然后我们也想说就借由这次让他增强他的自信，然后就从中让他可以建立更多的自信，然后让他可以更勇敢的去面对不一样的事情，不要让他觉得就是我好像都不好这样子。上次是说喜欢陈晨威的，这次我看了通通我都喜欢。今天来算是我对于长庚中心有一个很蛮大的改观，因为他们都是非常的开心活泼，啊，加上肠道中心照顾 的一些工作人员其实都非常的有热情，看到他们开心的笑容，其实这次得到最大的收获，也很希望就是希望他们都是很平平安安、健康康的、开开心心的，这就是我们一起加油努力的一个动力。这样，感谢战斗力邀请我们来参加这次的活动。其实这次的活动看似是我们带给他们欢乐，其实他们是在治愈我们的心理。其实看他们开心的样子，其实我们其实蛮感动的。虽然这个没有很长时间，一个短短一个小时来说，但是其实可以带来很多正面的能量，然后由我们大家去把这些正能量传递出去。因为其实在世界各地其实很需要这种场，我们能做的就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去朝这么好的方向去，然后帮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然后其实非常有意义，我也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持续去做的，因为平常我们都很少关怀到可能需要帮助的人啊，有这次的机会也让我们更珍惜我们家里如果有长辈的话，可以更多一点的时间去聆听他的心声。このような活動を通じて年配の方が非常に生き生きと生活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りすることとか、施設の中で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量とか質が増えるということは非常に社会にとっても意義のあることかなと思ってますので、これからも続け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し、我々だけではなくこの活動に賛同いただけるパートナー方々と皆さんと一緒に盛り上げていきたいなと思って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